有次去 party 嘅時候啦，咁我想 set 頭喎，咁我髮型師咧就幫我 set 啦。咁 set 嘅時候咧，佢就幫我梳起前面啲頭髮咯喎。跟住佢就發現原來我前面咧好多 BB 毛噶，咁覺得 set 呢個頭咧就唔靚，咁所以就叫我轉另一個髮型，搞到我好失望咯。咁其實因為呢啲 BB 毛啦，真係好難剃噶，同埋你剃完佢又會生翻出嚟喎。咁我真係好想一次過搞掂曬佢哋啊！咁所以我就決定做激光啦。Venus 嘅承諾永久效果，咁我就放心啦。其实啦，做完呢个 treatment 之后啦，我觉得自己真系白咗好多啊。我觉得而家 set 咩头我都唔怕啦。跟住之后过几个月啦，其实治疗师都有 keep 住打电话关心我嘅情况，佢哋嘅售后服务真系好好噶。Dermis 应承咗带俾客人嘅永久效果，真系做得到噶。我谂咧，好多人都试过用脱毛机嘅，因为贪方便啊嘛。但用了几年之后呢，我就发现问题开始出现了。因为小腿呢开始有啲红点，尤其是脚踭位附近。夏天呢着短裤凉鞋都唔知点遮好，好烦。跟住我朋友见到我咁之后就介绍我 Dermis 啦。Dermis 嘅治疗师呢都好专业嘅。基本上我问咩问题佢哋都答到喎。原来呢我啲红色嘅点点呢系毛囊炎喎。因为呢我自己脱毛嘅时候呢令到啲毛毛呢困住皮肤入面啦。咁所以令到有呢个毛囊炎出现啦。另外呢 Dermis 嘅治疗师都好好㗎，因为佢教我点样可以重拾白滑嘅皮肤。原来 Dermis 嘅仪器呢除咗可以帮到我永久脱毛之外呢，仲可以改善皮肤问题，肤色均匀咗。做完 Dermis treatment 之后啦，而家只手摸上去滑捋捋嘅感觉，呢种感觉啦，脱毛器剃刀系比唔到嘅。以前试过用 DIY 脱毛啦，试过喺皮肤好干嘅时候去 shape， 一 shape 嗰时成条痕出咗嚟，搞到我劲唔开心。不过都系 Dermis 喎，做完疗程之后，而家我只手好明显系滑咗啦，毛孔细咗，感觉真系非常之好啊！我都有叫啲 friend 去做嘅，因为真系越早做越好啦，唔使再受到 DIY 脱毛重复嘅伤害。